广志，广志废物，在他妈开挂！你怎么那么烂？你怎么那么烂啊？你怎么那么烂？鲁国三 A 有料吗？建议第一关叶大同不要打，玩那一关。如果要打的话，要看我的精华。我晚点会复盘我那一把精华。你又哪位了啊？又是只猴子。施主，广智，哈哈哈哈，我学点魔法。我还蜡笔小新呢，你广智演员新之术来喽。这游戏有反吗？可以反，不可以反他吗？防御之类的。看他这样一直敲，我会受不了哎、欸！有没有失招了啦？ Aggressively getting a 什么东东啊？找不到那一只了啦。这里吗？靠腰嘞！这怎么可能打到他？干不要啦！是啊，这个王怎么这么靠腰啊？为什么看他顺来顺去的、啊？只知道敲不到他，太小。哎、欸，呜呼！他那招也太快了吧！想说要抓个羊而已，你还能给我送回来？我如果没有定，完全动不了他、欸。哎。只要等下一个定咯，不然顶不住，根本不行。广智废物，在他妈开挂！地上有武器，哪里？吗？领林子，我、啊、干干嘛、啊？为什么我不能开招？坏坏打手手，哎、欸！请问这一只要怎么打？领林子 VS 显贤仔，看你啊，再去打这只 VTuber， 操，不知道是哪谁的化身，领你啊！但是这么强啊、哦！靠北，刚第一次没有变哈，完了又要再一次了吗？可以出去补血吗？啊！不要啦！干呢、欸？没有，第一次没有变身，先定他变身啦。
干嘛？补血啊！有东西可以拿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可增加最大生命上限。这猴子在偷贡品。上香。要如何像您一样操作如此牛逼？多看我实况。每次打集中也会多少教学一点。我的衣被他吃掉啦！边看边打边学。啊！不要瞎掰好吗？叶大同很强哎。我这葫芦又认主。烫烫葫芦葫芦。这游戏剧情在讲啥？目前还没看到剧情，目前还没有剧情啊，都在打 boss。拜托你退费，罗结完的时候再这样跟他讲，叫他退费。又打 boss 啊？不会吧？老僧法名广谋，广谋，若是今日死在你手，帮我带句话给师父。干他屌上面有一只蛇哎、欸，那睾丸长在头上哎、欸。我靠，太多蛇了吧，爽的啦。没戏啊，靠北。不小心吃了一大招，单机游戏要开挂，还好啦，好像我太强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别人一只王都打两三个小时，我都三十分钟就通关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好可惜哦，这游戏想弄我却没弄到啊。